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T 神选。我刚刚在玩《饥饿鲨鱼》，结果那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这个东西，谁要来录？我不知道什么，哈哈。我们现在就玩啊，人，吃，哎呦，咬它，哎呦，咬不到，飞呀、啊！哎呦，我饿了，哎呀，我钓鱼船上就跑，哎，有这个，这个不行啦，我来先吃一吃吧，吃一吃再去玩，哦耶，可以玩了，耶，飞天了，丢，哎 ，what the hell？Yes, let's. 哇哦！哦，现在没人了，那我干嘛飞？等下，哇！咚！我们继续。哎呦！然后我给大家看，9000分而已，而且你看我们最高得分10万分。因为我刚刚那个找到跟这个一样，然后还找到很多东西，我就一直弹跳，就弹到10万分去，我干嘛？广告快点，不要偷台钱。快点。然后我最近很久没出片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哈，因为手淫。哎，好，他进了，会吃啥？六万，最佳存活时间8分钟，真厉害！哎，哎，红鱼，哎呦，红鱼，吃，我吃，咬啊！而且我发现最近好多人订阅了。耶，8个人了，幺，珊瑚小偷哇，嘻嘻，幺，点轻攻击。然后呢，我刚刚有玩了，自己私底下玩了很多，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饥饿鲨鱼进化2-2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小鲨鱼，我现在已经进化到大鲨鱼了，是我买的，不是进化。就这样弄到大鲨鱼，所以大家可以给大家证明我私底下有玩很多。哎，这是干嘛的？大家为什么都不留言呢？留点言，那才有玩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往上游吃。哎呀，妈的！我们去隔壁吧，隔壁过得去吗？过得去这里。一宿淘金热 ，yes， 淘金热。然后我是有2000多块，6000多块可以买，所以我有非常多的钱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多的钱。然后我刚有进这个时空门，所以我就有拿到很多，就有吃很多气了，所以就等级很高，就原本等级很高了。而且我发现我最近那个汤姆猫跑酷大家好像还蛮喜欢的，我最近会多录一点，因为看到大家很喜欢。哦耶，又有了，大家看到大家很喜欢，我也蛮高兴。哦，蜥蜴，一下，很傻，是。然后呢，这个我觉得这个飞的其实还可以好玩。然后呢，我就是靠这个飞赚很多分，还有那个吃钱。大家以后不对，今天晚上我在拍那个吃企鹅的给大家看，因为它要12个小时才能拍一次，所以呢，对，好。然后，而且我发现《饥饿鲨鱼》已经跟《麦块》一样是一个很不合理的游戏，就是鱼在海底竟然会有压力，哎呦，痛。然后呢，大家
不要喜欢我做哪一个系列呢，要跟我讲哦。哎呀，你敢咬我去死！就比较喜欢我做哪一种系列，哪一种影片，就跟我讲，就留言。然后呢，有人跟我讲以后，我就尽量去拍，要往这边去就拍了。可尽量太难的不要，尽量我会录了，可看好不好玩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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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有6000块，还可惜嘞。我觉得我忘了开声音，我觉得我有开啦，因为我最近有录那个，我没开声音就开。哎，水中暗流，我第一次遇到这个，这是更新以后的吗？大家可以跟我讲一下。喂喂喂喂，这暗流也太强好不好？阻止鲨鱼的暗流，这个暗流，个地啊！哇，这暗流太强，哇靠！我冲出去，冲出去，冲出去！哇，高级食品，耶！海洋午餐，好近了，耶！好近了，然后最近我的频道的观看次数变好少了，之前都有6集，最近都没有很多耶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不喜欢我做狂野飙车啊，还是做一些东西？反正我有一部那个《饥饿鲨鱼进化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看，可我最后我刚刚自己去看一下，发现真的蛮搞笑，所以我感觉蛮好看的。又飞起来了，耶！哦，船上同上船，有船有船，对对对，然后这里有很多人都在打我，我不知道什么，他虐待鲨鱼啊！耶，这下不去。咻！咻！冲了冲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好痛！哎呦，鱼刺疼，呵呵。然后。我们也是有非常多的钱，30000分还可以吧，还可以接受分数，不要低于1万，就低于1万就有点夸张了。大家觉得我们在这集或者虎头山呢？虎头山，我们先去冲冲冲冲！哦耶！摇！哦，爆炸爆炸！哎呀，下课！人家说下课，为什么这次有跟下课有关吗？维生素海洋切结，然后我之前把那个做蛋糕，不对，做素蛋糕吗？无蛋蛋糕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糕的那个影片删掉了，因为这样比较厉害，哈哈，对吗？冲啊！哎呦。然后我们今天会出两部到3部片，出片，因为我觉得出片是一件好玩的事。然后大家可以多点赞哦，我很谢谢大家那个预告片点那么多赞嘞，8个，爽。哇，嘿咻，哇，好多钱哦。然后呢，我发现我录影片，我录这个饥饿鲨鱼，很多人看，可我都还没解释。嘘，我都还没解释饥饿鲨鱼是什么。哇，哎呀，胖！我晃了太阳地图了，哎，那个飞机刚刚冲过来撞我。然后，
大家可以跟我讲一下，那个你们喜欢怎么样的音乐啊，怎么样的场景，喜欢我讲什么，这样子聊天之类的。然后还有我在怪物弹珠好像第一集还第二集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问我说可不可以加 ID， 我真的是很惊讶，说我有那么强吗？可我有他留言，我感觉很谢谢他，因为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留过言而已，都没有人留言嘞，没有人在我影片下留过言，只有他。而且我这件影片好像也没有人按 low 哎。感觉蛮好玩的，都没有按 low， 谢谢啦。没有按烂，谢谢你们按赞，不要按烂，按烂我会哭的，不会，谁哭啊？哎呦，哦，他猎杀那个海洋生物。